第32题，甲乙丙三个金属块质量分别为100克、100克、200克，以相同的稳定热源分别对三者加热，其加热时间与上升温度的关系如下图所示。已知加热过程中三金属块皆保持固态且无热量散失，甲乙丙的比热分别为 S 甲、S 乙、S 丙，则下列关系何者正确？那由于呢有一个是200克，所以质量不一样，质量不一样的时候不能够直接说温度上升快的就表示比热比较小，上升慢的就表示比热大，但是甲跟乙的质量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比较。那我们从图上看了看得出来，我们甲的温度上升比较快，然后乙的温度上升呢比较慢，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甲的比热呢是比较小的，乙的比热比较大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甲跟丙，那我们根据我们的公式 H 等于 MS delta T， 我们发现这个甲一个一个加热50分钟，丙一个100分钟，表示呢丙的加热时间是两倍，热量是两倍。那么我们的丙的质量呢是200克，也是100克两倍，所以质量也是两倍。那么它的 delta T 是一样的，都从0度升到10度，所以 delta T 是一样的。那这时候的 S 怎么办呢？所以2等于2乘 S 乘以 1， 所以 S 也必须是一样的，所以就表示说我的丙的比热跟甲的比热是一样，所以甲的比热跟丙的比热相同，但是呢比乙来的小。所以呢第32题问我们说下列关系是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C， S 甲等于 S 丙小于 S 乙。